今天要干嘛？你现在？我要去拔一些苹果啊，那个蜜蜂都来吃了。是啊，苹果已经熟了，蜜蜂来吃了。甜的啊，所以蜜蜂都喜欢吃啊，给我咬动了。打开吗？我说要赶快去办了呀。啊，那我们就好吃吗？甜的。甜啊，那我们来慢品个啊。哇，看起来哇那么大颗了，哦，也红了啊。是啊，发红的啊。哇，今年已经够我们吃了。发红的就好了。先拔红的，那个哇，那个蜜蜂都给它咬大的洞。这个黑黑的一点一点，是不是就是蜜蜂叮的？这个，你看它们已经咬，试试看吃啊！你看这个试试看吃啊，一个洞，你看。哇，可惜了。对啊，不要紧啊，那买来吃一个，我那改放起，我放较大粒的，放较大粒的，这只大粒的你啊。哇，伊拢上只大粒的咬。哎呦，好，我也想吃。大的，因拢足关键的，拢大坑的，拢大。我咧想是野鸟大坑，蜜蜂全来粘。为了甜呐、啊，蜜蜂真的甜，它都会去。你看，改一个洞啊，那个连那个苍蝇也来，什么都来啊，苍蝇啊，蜜蜂啊，野鸟啊，都来吃啊。你抓好、啊。好坏哦，它们那么大，它们都漂亮的吃哎。小心啊，慢慢。我就拿比较红的。不要拿太多啊，就几颗就好了吧。不是啊，你全部都要拔。没有，我要拿这个红色的大的。哦。无好，腌一空，看到就拜，看到就拜拜。啊，没关系啊，太多我们也来做那个苹果酱啊。不会啦，我每天我们两个一人一颗，就很快。我们两个一人一颗，爸爸也一颗，三颗。现在我是为了舍不得那么大，他们来咬洞，我就不高兴。先拔这一颗啊，这一颗很多都被，你看这一颗那么漂亮，还被拔一个洞，你看。看不到哦，那里看不到，太远了。太远了。哦，有看到了。是一个洞啊，蜜蜂啊。哦、所以这一颗是蜜蜂吗？不是鸟去啄的。鸟先啄啊，蜜蜂来吃啊。所以那一颗留着给他们去吃啊，不要再砸我别颗啊！是啊，这拢会叮啊！我带我去吃一粒、啊。我等一下也要来吃，给我这一颗好吃吗？我吃。我还在，你爱吃吃的，我吃。好，我擦一下，我吃。前几天啊，落大雨，不要紧啊。反正又 啊，可惜了那一颗。没啦，迄还可以吃吃啦，是天落遐所在会变咖啡色。嗯，反正里面有撒农药，所以我可以直接咬来吃。是啦，啊，前两天一路雨，落大雨，落到安尼。哇，我要来吃了，生大颗这一颗。我要来吃了。你咬下去脆不脆啊？嗯。甜不甜？甜。啊？好多水啊，好多汁哦，好吃，赞。我是讲遐大粒，啊，伊拢甲我上大粒的，啊，水的甲我加餐，我就唔爱啊，所以我就要上慢只较悬的、较水的来，对无？赞啊，好吃。为什么爱哦？因食食去，哦，因食去，我家己要食食。因爸也无爱去食，啊，甲我食这大粒的，好坏哦。他们也嘴巴也会挑。哎呦，又掉一颗了呀！有吗？掉叶子吧。一颗掉下来。哎呀，还吃到一半去，三四粒的，吃三四粒。我们家总共有几颗苹果树？我来看，一颗、两颗、三颗。啊，后边两颗，那后面两颗长比较少。
哇，从这一面看，还哇，有够多啦！大便鸟先来吃啊，以后蜜蜂才会闻沾到很甜，它连苍蝇都吃哎、欸。这里蜜蜂，哎呀，那今年提早拔了，不是往年都九月吗？差不多啊，啊，之前我台湾一个来吃，我但是看到因咧吃，我嘛唔食看卖啊咧，哦，就是会增加，因拢来吃。是九月食卡，佮愈甜啦，啊，即阵甜啦，唔是讲太甜啦，太甜我不喜欢啦。有啦，甜甜酸酸的。对啦，也不是很酸啦，甘，怎么讲呢？甘酸甘酸，甘甜甘甜。酸甜酸甜，安尼是安尼讲。